山西乡庆祝母亲节，表扬模范母亲，县长甲民代拢到场祝贺。乡长黄俊豪特别体贴得奖者，以餐宴方式和模范母亲享受天伦之乐。山西乡一年一度庆祝母亲节活动，为县长嘛特别前来祝贺，真侪文艺员甲山西八个村的村长嘛拢到场致意。山西乡长更是以感动来称呼所有遴选出来妈妈，希望伟大的妈妈拢会当健康快乐。上严格的筛选了后，才筛选的，尤其佫经过遴选委员，大家一致肯定，所以在座的八个模范母亲是非常值得咱大家的尊敬。尤其咱每年所办的模范母亲哦，咱今年方式有小可改变，因为每年拢办咱餐，咱会后拢办迄自助餐哦，我感觉无较无甚物意义，所以即摆每年佫来开始哦，一增吼，就是家长会使一块桌，啊，你若有家长增加人，你会使另外伫迄间餐厅佫加一桌，边仔你嘛是家长会来甲你庆祝，啊，所以即块桌是向公所开的啦，啊，若另外恁廿五个就是个人家开，迄阮婆仔都佫有遮较济，所以即是吼，等下会后，大家就是咱餐厅，大家继续佫庆祝一届，啊，最后要祝所有天来母亲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和乐。山西乡人口数虽然无多，但是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所在。因为妈妈的辛劳佮付出，让山西人才一代比一代佫较优秀，嘛让山西伫看到的未来将会发光发热。新中华新闻张代锦，山西采访报道。